主料：茄子300克，辅料：糖、老醋、蒜、熏三香、辣椒、泡椒、酱油、盐、味精。猪肉片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将茄子切薄片放在水里略微浸泡，剁椒蒜切碎，猪肉切片，辣椒切丁。锅内上热油煸炒猪肉至散白，下剁椒蒜煸炒，下茄子煸炒，加酱油、味精、老醋、13香粉继续翻炒，盖上锅盖小火焖一会，加辣椒翻炒，水淀粉勾芡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焖的时间不用太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